德國豬有新戲院啊，而且仲話玩太空船設計。聽聞咧個 VIP 已經舒服到瞓著覺㗎，等我去睇下先。ACX 不國匯是院線旗下第一間戲院，佔地7000呎，設有4個影院，總共提供143個座位，設計以科幻電影太空船為主題，好有 cyber feel 啊。依間戲院最大的特色就是 VIP 院入面有按摩椅啊，一路按一路睇電影，真係好爽啊！同埋最大的一個賣點就是它完全係靜音噶，唔會騷擾到隔離嗰個。我試下先，唔知道會唔會舒服到瞓著覺呢？按摩椅設有角度調校功能，就算坐喺第一行睇電影都唔會覺得太辛苦。除此之外，按摩椅仲有力度同埋位置嘅選擇。一號院是港產片專屬影院，全天候放映港產片之外，每個月仲有致敬系列上映香港經典電影。全場影院都是選用真皮座位，坐落都幾舒服噶。散場之後，大家將會進入一條星空隧道，透過燈光變化和投影效果，感覺就好像置身銀河之中，是一個不錯的影相打卡位來的。開幕試業期間還有票價優惠添，小童、學生、長者就40元，成人就70元，大家不要錯過啊。